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呢，主要就是上礼拜我们有上一个新闻，就是 Lucy 有发一个现状说，哦，我都跟美女拍片了，很生气，好多人在讯息 Lucy 说啊，你怎么做得到？如何让女友放心的终极手段？这三年来，我几乎每天都会跟不一样的美女见面拍摄嘛。那 Lucy 呢，从一开始很担心到现在很放心，那我是如何做到的？大家男生女生都可以看。好吧，可以做参考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就是生日的时候，我买了一台监视摄影机送给自己，就长这样，还是装。它很厉害的就是它可以360度转动，然后可以截图，还可以录，然后还可以跟他讲话。对对对。他生气还是怎么样的，就会去睡觉。我都还没有讲完，然后我就可以用监视器跟他讲说起床。对。其实有夜视功能的，你灯电灯全部关掉了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，整个房间都可以环绕。那我觉得你这样讲，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概念。我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才买监视器，实际上不是哦。一开始买监视器是因为为了要让他戒烟，一时戒不掉，可是他又跟我讲说他很戒掉，所以他都偷偷抽。所以我偷抽还要洗澡完再出门，还要刷脸。哎，真的很厉害，头发、他衣服、嘴巴都超强。刷牙、洗澡、用筷子夹、漱口水，再吃后糖，超扯的。当然不要抽到，现在把它切掉。我怎么抓呢？因为他把那个打火机放在那个马桶盖后，上厕所呢我就发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掉在那里，我以为他是不小心掉，所以我就把那个打火机转了一个方向再放进去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把它拿出来放回去。他，对对对，他说。他也带着，他就把它插在他的床旁边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一定会用一个叫做真实冰棒。冰棒，对啊，大家应该会知道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外面拍摄，我曾经有过，我离开东区一下下了，他就说你去哪里了，表示他一直在看真理。接下来下一个东西呢，我觉得这东西就厉害了。我的 LINE 和脸书还有 IG 有很多美女，然后 Lucy 会担心，我每次在那边用电脑的时候，他就一直问我说你在干嘛，你在干嘛，你在干嘛。那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东西呢，你可以分享你的荧幕给对方，它叫做 Screen Lab， 就是荧幕的即时传送。示范一下给大家看，好了， Screen Lab，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现在电脑在运作什么事情？可以知道他在干嘛。这第四点就是我的账号，我自己都登了进去。留言啊、私讯啊都可以看。对 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我每一个小时都会报备，应该是他每一个小时都会传讯息给我，很少超过一个小时。其实我不是因为很控制狂，我这个人是很喜欢谈恋爱的。所以我觉得一个小时没有联络就，我就很想跟你讲话，讲一下话，对啊，然后我有好多在干嘛的天赋，我有很多在干嘛的天赋。接下来就是我有瘾头的事情，我会先报备，例如说喝酒，可能就只有这一点了。他不太喜欢喝酒，他戒烟了。我也没什么嗜好了，可能就有偶尔很想喝点酒。我是去买之前，我都站在那个酒前面了，我会先传讯息给 Lucy， 然后等他说哦好，你可以喝，我再买。那如果他还没传，我就他就是站在那边。对对对对，我酒就不买，借由这个方式少喝，我觉得也是好的。我觉得整体往好的方向走就是好的。综合以上六点呢，就是我让 Lucy 放心的方式。那各位有在关心我们的朋友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感情很好。我们也有找到方法。对，所以我们有方法，是为了要增进你们的感情才去做哦。对对 对。你不要做了，会让你们感情不好。那就是哦，对啊对啊。我觉得这是主动的。对对对。如果是女朋友去要求的话，那我觉得感情关系会更好。会有一点伤感。对对对。对啊，所以只是给你们做参考，真的有点。因为他的工作性质，他一天可能遇到我要跟很多美女一起工作拍摄。现在Lucy之后也有他的香料工作室要创的，对，哇，我筹备好久的交友网站，对，要出来了，对，因为我以为很好做，其实很困难。也祝福大家很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